飞轮网的每日一词。今天我们要学的是 beta 钱 beta 钱。你只要记住贝拉。告诉你们一个冷知识，以前的钱可是以贝壳为单位的哟。我们复习一次，贝拉 beta 钱 beta。某天，小明在路上走着，突然出现一个劫匪。Bigay mo sa akin pera mo， 把你的钱给我。Bigay mo sa akin pera mo， 因为小明是个穷光蛋，于是他回复 Wala akong pera， 我没钱。Wala akong pera。最后再复习一次 ，beta 钱 ，beta， 你来试试，简单吧？那下回见。